六角地城神秘之石是一款结合意志消除和回合制玩法的 RPG， 游戏中每回合会获得一到三种不同等级的碎片，我们需要滑动手指将碎片放进下方蜂巢形状的棋盘中，当三种相同等级的碎片相邻，就可以召唤对应魔物攻击敌人，每召唤一次魔物还能够为主角累积能量，当消除主角头上指定等级的碎片，主角就会亲自上前给予敌人强力攻击。战斗之余，我们也能够强化主角以及队伍中的魔物们，只要善加运用他们各自的专属能力，相信你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就能够无往不利哦。传承系列经典之作，享受顶级的谋略交锋，与兄弟并肩作战，参与攻占洛阳，角逐最强同盟。现在就来参加比赛，赢取千万奖金吧！